刘一新爆乳喊三十岁婚，愿望架乞丐也 OK。封为转台女王的刘一新昨天顶着大蝴蝶结，胸前裹着半透明蕾丝爆乳为婚纱展走秀。她害怕走光，做足防护措施，就是胸贴啦、New Bra 啦、双面胶都准备好，只是顾得了上面，下面安全裤却走光了。但她还是很喜欢这件婚纱，我觉得它跟我理想中的婚纱很像，因为我会希望能够把我的脚给露出来，可是后面还是要传统的长纱，然后上半身当然就是事业线也还是要美美，但是又很典雅。她希望三十岁前可以嫁掉。其实我遇过算命师，他们说我三十岁之后结婚就是会对我的运非常的好，然后只要我三十岁结婚，就算我嫁给乞丐都有七栋房子。还说自己要求很简单，我应该会在国外，而且我会希望是在海岛国家，然后白色的教堂。那我的闪亮亮戒指至少一克拉以上咯。对，就我要求也不是很高，离我三十岁应该还有快四年，所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来。东新闻可能没人想打报道。